外套了，还拿手机偷看他们家门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到处乱跑啊，我去。嗯。什么情况？人家拿手机扫咱家门上的符呢，大惊小怪。我车钥匙呢？嗯，妈，你找车钥匙干嘛？我送人去医院，我还给我就。哎，阿伦，我新给你买了个剃须刀，你下去拿一下吧。真的，老婆？哎呦，谢谢老婆大人啊。爸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啊，知道。那爸，你给我准备礼物了吗？准备了。啊，谢谢爸。我准备。啊，谢谢爸。什么礼物呀，爸爸？爸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老哥回来了。爸，我今年又没挣到钱，但是我保证，我明年应该挣更多的钱来孝敬您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往年啊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今年二十几岁的年纪了，还一无所有。没有，至少你还有脸回来，你还有脸回来。一天到晚的脾气，你看。我有什么脾气了？什么脾气啊！我跟朋友何可秀又怎么了？你守着那么多人不给我面子，我怎么没给你面子？我不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，你不能管男人管成这个样子吧？行，那你自己在家吧，我走了。啊，快走！哎，爸，你快去追呀！大人说话，小话少，站住！你不听，只有给我姥姥打电话了。喂，姥姥，哎，你快锁门呀！我妈又去你家蹭饭了。哪有这样有精神的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哎，宝宝妈，也不知道宝宝今年过年回不回来，他学校应该挺忙啊。哎呀，你不用着急，他要是回来不就跟咱提前说了吗？哎，宝宝妈，要不我给他打电话吧。行，那你打个电话问问吧。哎，宝宝。啊，怎么了呗？我这还不是你妈？她说她想你了，让我问问你啊，过年回不回来？啊，学校这边太忙了，虽然我没找男朋友，也没买年货，但是我也挺想你们的。爸，今年我回家。没事，闺女，我觉得你还有脸回来，已经很吃惊了。妈。